大家好，今天来双富买菜，这里是 Stop Shop， Stop and Shop， Stop Shop， Stop and Shop， 这家很大的，我进去过拍的，很大的。这家双富超市呢，星期一是有特价的，今天过来看看有什么好捡的，拿钱去捡吧。这里有个好处呢，全免费停车，还是挺多人的哦。今天都泡满了哈，到里面拍吧。哇，外面很多快熟面了、看，还有旺旺啊，矿泉水。旺旺矿泉水。哇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米啊？啊？不是。哦，那个门啊。卡拉 OK， 可能是吧。VIP 通道。那这里是地址了，他的地址跟这个一样的吧？可能你看看，是吧？应该是一样的。10点以后不满21岁的不可以进。VIP 通道，这里商业区很大，你看，满满的店面，到里面去。嗯，买水果。家里还有钱呢。哇，这个便宜啊，3个2块钱啊。哎，这个，拿个袋子来装。这个什么东西？什么来的？是梨吗？啊？哦，梨。家里还有苹果吗？这个不用买了，这个家里有啊。不要买先、要买吗？2块钱三个，再买三个吧。嗯，买三粒。他的苹果是双棒的，一棒一。哎呦，太不了啊！嗯、啊。没了。没了。搞笑啊！你攞湿噶好啊，啱我攞出嚟嘅湿啊，冻嘅系咪？不好啊，这个。可以。要硬的。推部车吧。1.25元，1.28元，1.28元。哇，这个贵哦，这个3块多。哦，这个以色列的哦。4块钱一磅啊，不要了，要那个好了。差了2倍啊。大陆苹果在里面啊，这里是特价的。哎呦。这个很贵的，这个。那都15元哦。不要买，太贵了。他的营业开这么大，我怎么拍呀、关小一点啊。哦，卖野鸡啊，野青。买两个。这个好吃的只有，看是吗？双富啊，周一有特价了，你看。1.48元，太便宜了，选中的比较好啊。看一下，这个不好了，是这样的了，可以了。还有这个呢？哦，这个很重啊呢。哎呀，来吓我。这个了，我这个好轻啊。
真的非常糟糕。嗯，选中的，太贵了。哎，刚才我们买的是这个，还有这个，1.99块。这个新疆梨，新疆梨啊，那新疆梨要配皮啊。啊？这个好啊，1.3元，3磅那么多，哈哈。大特价。这个没有特价，7.9元啊。大白菜。哇，买一片南瓜，1.49元一磅。哎呦，大袋喎嘅。嗯。买冬瓜。不要。冷啊，现在夏天才吃。这里是海鲜部，大闸蟹，不是大闸蟹，帝王蟹，9.99元。昨天还是活的。13元两包啊，嗰啲系咩？呢个咩？啊？蒸排骨啊？蒸排骨。个糯米鸡，7.49元。两包十，两包12.9元冇吧？即系60元。呀，点心排骨啊！你有吃过这个东西吗？啊？有冇食过啊？冇食过。哦。哈哈。咁多嘢。系啊。呢个香滑牛肉片。系啊。呢个就9元喎。都唔平噶喎，吓？嗯。佢属于系点心嚟嘅，唔知应该系有两个喺入边啊，三个喺入边啊，三个喺入边啊，三个喺。系啊，呢个咧就呢个冇写嘅得个。三个入边两包。系啊。一包即系6.5元。系啊。一包6.5元。比一餐馆平啦。佢话比餐馆平，但系唔知好唔好就唔知啦。呢个叉烧啊。叉烧包。嗯，6.99元。系咯。这有几个？很多个。嗯、啊，你看。三个。不要看，它有写的。8个。好贵的。嗯，还是买加加的好。加加的叉烧包几好食噶？系啊。加加，唔知喺边度有啊？加加叉烧包。嗯，好，卖港式噶。哦，港式噶。系。哦。好食。加加叉烧包。嗯，蒸啊，蒸10多分钟。嗯，我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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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冰箱先有啊，呢度冇。啊，边度有？有啊，冰箱啊。冰箱先有。啊，有冇？哎。嗯。呢个红枣啊。咩啊？呢个红枣用晒咯。呢度好多糖嘅啲。我嚟煲啊嘛。呢即食噶，俾人煲啊，即食噶。系咩？系啊。我系买煲嘅啫。煲喺入边，买啲开片嘅咯。你阻住人哋。哎呀，喺嗰度卖平啊，5元3包啊，真系有啲平，有啲唔平啊。我们今天是买一点水果就好了。这个鸡蛋这里还是便宜，这里还是便宜的。买两盒了。嗯，这大鸡蛋好新鲜哦，样子。
嗰个黄嘅喎，你系黄嘅定系白嘅？白嘅得嘅啦。啊？白嘅得嘅。没有破就好呢，拿了，好新鲜啊！本周特价，好靓啊！嗯，买两盒吧。干嘛？我老李，你去电梯里。老李，你去电梯里。嗯。那你的没我外个了。那个五蚊呢？这一包也要5块钱呢，那看到吗？新疆的，这边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看了，卖锅碗瓢盆的，卖多了没？没有，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。这里呢？这里冰柜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这个冰柜啊，哦，卖叉烧包的。看他这里没有特价啊、哦，我想是没有叉烧包，还没，应该还没看到。广式叉烧包，哇，你看这个价钱，涨得好厉害，没办法。那这里，哎，这里，对。价钱差不多，贵了1块钱。那天在飞龙超市，15块2包嘛，这里16块呀、啊，啊，不一样的嘛。成个就老细款噶，又唔系老细，真死啊！哎呀，这个鱼蛋4块9毛8，没有特价啊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今天没什么可买。哇，这个棚。咩蟹？嗯，条蟹啊？唔系啊，帝王蟹啊。帝王蟹啊。没加工资啊？这个便宜。本来外面9块9毛9，7块4毛9。7块4毛9，外面9块9毛9。哇，他这个欧洲鲈鱼便宜啊，4块9毛8一磅啊。卖肉的五花肉2块4毛8，哦，好新鲜的样子哦。金沙菇3块9毛9。阿宽大蒜姜粉系列，我们没有吃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么贵，2包，我们试下。你买这个红枣仲好啊？6蚊鸡。不过唔知道有冇嗰只咁靓咯？啊？有冇？呢个大粒啲咯。呢个去云噶？啊？冇啊！冇去云噶。哦。咁你要边只？6蚊，呢个几多钱啊？正华哥？4蚊。好似呢个多啲啊。多啲。如果你咧焗水咧就 OK 噶啦。2包。阿女买俾你个。系啊，2包10块钱，2罐10块钱。不是这个，这不是这个，这个没有干贝的。我们那天买的有干贝。这里呀、啊？贵吗？哦，一样啊，1块5毛一个。要买到新鲜的喽，不新鲜的话回去黑黑的就不好了。
啊，苹果的区域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七种苹果啊。真的要看小心，你看。嗯，要小心选啊。现在音乐没有那么大，刚才好大音乐，对，要看清楚。好多灯笼啊，还没卸下来。先买三个就好了。要榴莲吗？这不好吃的，啊，就是贵咯。在那个金，在哪里？金陵一块钱一包。快点去买哦。都每天都是一块钱。对。嗯。走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这个跟按摩是一样哦，也是100块送5块钱啊。啊？不要不要。买了54.91，走了，大功告成。哎，这个音乐开的那么大干嘛？看一下，照一下，地址，地址自己看啊，就在这里，地址。买了多少钱了？54.91。嗯，54.91。佢又摸到嗰张嘢系真嘅喎。系咩？佢有摸啊？佢摸嚟啊！阿你走走啊走啊！啊，冇一袋。我谂住佢会同我讲啊。唔系因为。哦，掉了一个了。苹果摘唔埋，很香嘅。呢两个咁样攞得。嗯。这一个等于。这风好大哦。嗯，哇，好凉啊。好了，走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